还在啊。对啊，他为什么还有？因为生意不好。我还有。你看，通常我们中午来的时候，他都没了、啊。他说一次卖什么啦？十个什么东西？葱油饼啊。葱油饼、啊。卖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它是好吃的。啊，你都没吃过就好吃。大家说好的啊。葱油饼啊。啊，因为每次来我就跟你讲说，每次来都满了，都没了啊。啊，难得今天有。葱油饼。买十个葱油饼是发要干嘛？是啊，怎么还？